你们先坐会儿啊，我给你倒点水。先吃先吃啊，就跟家里一样。吃饭，晚饭快好了，还吃这些？我就吃两口，改改口味。平时经常点外卖吗？平时工作比较忙，也就周末做做饭吧。在家吃的话，大概都有哪些菜？红烧排骨、粉蒸肉、番茄炒蛋什么的。我妈妈日常也就那几个菜，但是都是我喜欢吃的。那你妈妈做的菜好吃吗？可能里面更多的是回忆吧。小时候喜欢吃什么，跟我妈说一声，立马就做，怎么吃都不腻。剁椒鱼头，我妈是知道的，她要是天天做，我肯定得天天在家吃。我还是挺想念我妈手艺的。那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吃哪道菜吗？妈妈，你喜欢吃什么呀？喂，妈妈。是我。